欢迎继续收看由 Sunrider 仙尼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向前往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哎，我们今天的获胜者 Eric 副校长今天的表现不错，但是现在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有没有紧张？有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弯不是靠实力，是靠运气，所以好像不在我的 control 之内。是靠运气，你说不定在现场还有朋友可以帮助你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就是我们的 Sunrider 的 Vice President of Manufacturing Eric Chen。 欢迎谢谢。Yeah，Eric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会有这种运气，因为其实我们有同样的名字。哎，对，你也是 Eric 嘛？对啊。哎，对，所以这个都叫 Eric 的都要互相帮助。是 E 还是你是 C 还是 K？ 还是 C？ 哦，我也是 C。哎呀，我叫 Jeff， 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不见得你 Jeff 是 C 还是 K？ 我是 J 啊。所以呢，我的部分你不见得要相信我 ，Eric 还比较有可能。好、啊、，Eric， 你喜欢吃什么？等一下、啊，待会儿一起去吃饭吧。哎，你获得1000块奖金，我们大家一起去了。好了，这个 Eric 的手上拿了三张很重要的牌，反正其中一个有，其中有一张叫做非常重要的一张牌，叫 Power Seven 牌。来，万万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呢？因为如果你能抽到这张牌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保送过关。耶、，Eric。Eric 这手上有三张牌，这个 Eric 呢，你要选哪一张呢？可不可以让另外 Eric 选？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不看。那我就选哪一张？最左边，我的左边，你的第一张好了。你要选哪一张？你的第一张。我不看，哪一张？他选哪一张啊？他选最。哪一张？你选哪一张？最左边吗？最左边。来，我他是最左边的，哪一个左？我的左还是你的左？都好，应该是我的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先上一堂课。刚才呢，我在做这个暗示 ，Eric 在做这个暗示，副校长是说。两个都不信，我还是选那一张。好吧，那我就最后一次机会。右边好了。啊，这张吗？哦、，Eric 他选这张，你 OK 吗？我觉得 OK 啊。你 OK， 我 OK 啦。不晓得。希望你有好运气、啊。对对对，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？好运气要放在第一个。第一个位置了。好，好吧。第一个位置。来，好吧，那这个桌上还有很多的 cards， 你第几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？我想 make it simple 哈，可不可以请你把前四张就放在2345？哎呀，真是教育行业出来的，就很快速了，好吧？这一张放在这里，是，就这样 ，one， two， three， and。Four， 哎呦，好像我以前在台湾教英文，教小朋友英文的时候 ，Four， 耶 ，Teacher Jeff， 好 ，OK，Cool，、okay, So you've got 5 chances， 你总共有5次机会啊，如果这个答对，100块、200块、300块、500块、1000元，副校长你要好好的加油，加油哦，我们先从第一张开始的，你要踩比七大，比七小。猜比七小，我觉得第一个应该不用想了那么多吧。对对，第一个应该可以很快了。好，来，你猜比七小是不 是, 是？来 ，Lucky Seven， 恭喜你，不错了。来，第二张，你要猜比七大，比七小，可能让我看一下吧。Don't no, look that way. 看那边，你们大家都看那边，都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来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Don't say it. 不要说。好，我不看 Eric， 好了，这个参赛者 Eric 副校长，你要猜比七大，比七小。我觉得比七大。Lucky Seven！
哎呀，你真的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完全没有人给你任何什么的放水啦。你有的话我没有看。第三张，我不帮助你。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。Wait， 我可以 call out。哦，问人。可以 call， 这又不是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， 好不好？没有 call out 的。来，肯定你可以问你可以问你的以前的竞争的对象，你相信他们吗？来这一张，相信他们吗？我们来，我在猜 B， 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三。比鸡大，比鸡小，好像大过了，应该换成小吧？你确定吗？可能不晓得他的嘴巴，有没有看？他嘴唇在抖，是有一点紧张吗？太可了，我觉得 go bigger go home， 对不对 ？Go bigger go home。所以呢，还有目前的状况，如果再给你猜对的话，就300块。错的 话，你就是拿200的一半，就是100块。所以呢，你确定？你刚刚说是？我刚刚是说小小。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大家觉得？他们都已经是空白。哦，对，这是空头脑族。空头脑。好啊。要改吗？要改吗？我想看哈。确定吗？五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，是什么？他还不确定。再大好了，改成大好了。真的要改吗？我没有给暗示，这个我要观众朋友，我没有给暗示，有没有看到我给暗示？没有。好，最后一个答案就是大吗？你确定吗？大。你确定吗？好紧张。Lucky Seven！ 喂！我真的没有给暗示，不错 ，King。所以呢，校长，副校长，现在目前你获得300块，这个你可以直接带回家，你可以买很多 pencils and books and paper。你要继续吗？继续的话呢，你如果错的话，你只有150块。要继续吗？300吧，继续吧。真的吗？继续。他要继续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个我绝对不看了，虽然同行的，就是与这个教育界的，我很希望你可以获得1000块，但是我不能帮助你。I'm so nervous， 紧张。来，比七大，比七小，几率应该小比较，已经有两个都比较大了哈，所以我想该猜小。来，他猜小，好紧张 ，Ready。Lucky Seven！ 哦哦 ，No！ 哎呀，很可惜。不过呢，还是恭喜你，你还是获得奖金150元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副校长表现很好啊 ，$150。我们再次请我们的购物女王珊珊出场送奖。来 ，Eric， 我们请你颁奖。恭喜副校长150块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们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，来珊珊，下个礼拜很多好产品哦。下礼拜的估价王环节呢，会有脸部的保养品，然后厨房的用品，还有就是手表。我已经给大家把范围归到最小了，所以大家赶快发动全家，帮你一起做一些 research 来拿走我们的大奖，谢谢。耶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见有。Sunrider 仙妮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奖金大，有本事你来拿！谢谢大家，谢谢 Next Week。赞助 Sunrider 仙妮雷德，荣誉赞助 Sc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，许氏森业集团，金兰食品，潮。
长荣航空，感谢特约伙伴